这也是用 tube 洗冲。这里有什么一条？你干嘛、啊？我也要一台洗呀、啊。这个多高级啊！你又在干嘛、啊？看看他的宝贝、啊，哎、欸，你有没有袋子、啊？还是你们家有？啊？小提袋？小提袋吗？有啊，应该也有啊。人说嘛，没有。小提袋你想铺麻袋？八角章鱼，配置啊，好，那这个小小这个八爪鱼，你自己把它放进去。它不叫八爪鱼吗？它不叫八爪？它只有三爪而已，八爪鱼。我想插着看看。OK 啊，你插，你插。不是你，那个吧。哎、欸，如果还没插好，它掉下去，就砸到它的头。好，好棒哦。砸到军人头，军人这边，军人移走。我这个没开。这个。哦，是这个的。哇、哦，我看。已经开始拍了。好像在这边嗨也不错。我现在发现就一件事，他家根本不需要灯，他要那个日光灯了。那你看还有什么模式？爆闪还有什么？爆闪还有什么模式？凯凯，你有在打游戏吗？你的出了近期比较少。哦，对，他之前在玩《决胜时刻》。我考虑一下开那个。啊？有，我之前有开啊。还有什么？没有什么。闪电！你要血统神啊！不要，还敢皮啊，冰鸟！这个人很皮耶、欸，不皮，因为他只有单色纹，所以他能变的就没什么，就只有单，可以嗨的，就只有这些而已，可以嗨的。你看他脸闪，然后我相机拍不出来他脸闪，好笑。他会把小啊，眼睛痛。给点尊重好吗，同学？啊、哦，好香！这不是你平常都长这样吗？不是叫 Viking 的，好亮！噔噔噔噔噔噔，看这个，这个在夜店亮闪，你也会死啊！夜店比这个亮吗？好，但它不会闪那么平啊。会吧？没有啊。那个短暂五秒啊，你闪多久了？要死我！我看这不舒服，看久了又不舒服。以后这样整 Andy 耶，眼睛会坏掉，干！要死我！我们可以正常一点吗？你一个盒子要留给你们的，什么盒子？好晕哦！没有，那个都给你啊，超晕的，但我用不到啊，因为你大小不一样，对啊，对啊，那不我都不能用。你就开心，你就是可以拿去炸，就是你看你什么都用，撞在摩托车旁边，然后被 K 烂的飞掉，然后壳爆掉，你就再换一个就可以。凯凯，你什么都不缺，你最缺什么？啊，我缺钱啊，我缺女朋友。他跟我们的烦恼是一样啊，跟我们的烦恼是一样。哎，缺哎，不能拍啊。说什么？嗯，他拍我。拍。亮希有来过吗？有吗？真的。什么时候？他跟树座来的。哦，树座也有来过。啊，树座也有来啊、哦。树座也有来过。可爱的树座，哎，树座家住我家。哦，还有这个啦，这个也可以给你用。没有秘密。你就把它拿出来。这个我觉得也不好用。树座人家。这个是一个神奇的小配件。可是没有。只有 GoPro 是可以用。fuck。这个。那怎么每次都有钱的？啊？放在每次都有上面的。没有，就是鬓角。哦。这超好用，这真的超好用。GoPro， 然后还可以这样斜着放，这超瞎的，这超好用。就只有 GoPro 4可以。那个有点小，有点小是吧？有点塞不进去，那才生意烤羊。你在干嘛？看你嘴巴漏洞哦。他嘴巴漏洞不是这样解释。感谢你喝水喷出来的。漏洞。他今天脑子有点漏洞。今天脑子有点漏洞。去拿一个正常的袋子。他今天脑子又不太灵活，你知道吗？啊，主人出去了。哎，主人出去了。哎，主人出去了。看有什么东西可以搬先。哥，哎，他回来先开灯，然后
然后他回来，他不到了啦，开灯的干。然后你要跟我 surprise happy birthday 这样吗？ surprise surprise， 然后房间空了这样。来来来，你不是刚好刚好说你生日吗？六月七号啊，哎，生日快乐！我六月十号，哎，哎呀，赞哦！哎，双子座，七月十号，双子座，可以记得一下吗？所以，哈哈哈哈哈哈！七月十号，记得了。哎呀，不要走心嘛！当初你们怎么那个的啦？不要走心嘛，奇怪。是啊，我觉得是到这里，这是干嘛？这不是他那个吗？我看的那个，是不是他那个吗？卡云台的吗？这是什么东西啊？这不是卡云台的吗？啊，哎，这是Sony的吗？不会啦，那是Sigma的啦，笨笨。来来来，换啦，快点。Sigma可以弄的啦，笨笨。可以弄的。啊，可以弄的。中奖。你也装不了啊，那是 EF， 你是 RF 又超不了。哦，这 EF 没关系啊，转接环啊。没有没有，你没有转接环。你要再买一个三千块。肯定有，为什么你有？买的啊。干嘛买？买的。为什么？因为 EF 的镜头啊。你买啊，拿去用 EF。我原本就有 EF。我也想要，我也想要 RF， 然后接 EF， 这比较神奇，不行好不好？没有没有没有 RF 对 EF 的痛，只有 EF 对 RF。这样比较省钱。可是现在 RF 镜头很贵。对啊，所以接 EF 镜就比较省钱啊。这个太酷了吧！Sony 的也可以啊。喂，是不是？你为什么啦？哎，还可以拍照，你像手机啊。那也只能拍照，不能拍影片。我跑去买一条 Type C 啊。哎，对，买它抽怎么样？它不能换镜头吗？它不能换镜头。我们都是 Type C to Lite， 没有 Type C 对 Type C。啊有啊 ，Andy 你有？有什么？我都 iPhone。有什么？有啊，我用 iPad 啊，所以我 Type C 啊。啊，没有。70200，哎，70200。哎呦，看到了，在这里。好坏啊！好坏啊！拿杯子，好坏啊！是吗？是，看你们又惨了，靠掉！你这是充手机还是充？这不是这 USB。Type C 对 Type C 哦。那个我也没有几条啊，我只有两条啊。USB 对 Type C。那个 Type C 比较贵。对啊。只要买 Apple 就会送。哎，我看到护士哎，让我想到一条两千块的线。哦哦哦！不是说肚子饿了吗？好啦，走啊！这是什么？就要毛最多。这又是什么？跟图传啊！我毛最多，你知道？我毛超多的，你要看吧。好啊。哎、欸，你有在录、啊？对啊，快拍打！干嘛、啊？干，我以为你录了。你很怕是毛很多是不是？然后他刚好录吗？他刚好录进去了。白痴啊！白痴啊！已经录进去了。哎呦，俊凯哦！哒哒哒哒哒。还要上片子，不然一堆三四张。一堆小四张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，别忘了开启小铃铛。中规。大陆剧。那这超难插的，我也不知道。好，看来是你顺利插起来。常插，不是很常用。常插是吧？你幼稚园吗？哎，挖矿。挖起来，要挖多少？就没有没有很多啊，一天大概，现在挖就变成一天大概十几块、二十块而已，十几块、二十块也是台币，对，美金啊，吃力不讨好，真的是，刚刚费电，对啊，电力都没有，你在干嘛？没有，在看他在好奇他的那颗，你在摸三角。啊，车队那个一碟很贵，跟你讲，那个一碟很贵。哇，有重量哎，这多少钱是？你不要这么问，你不要问，这不是我，它真的很贵。我知道很贵啊，我之前知道价钱。你又不是我，它真的很贵。看看，你有想过你房间要买一个水冷？啊？你有想过你房间要买一个水冷？水冷啊？水冷房间。水冷房间吗？我电脑已经水冷了。可是那个水冷好像没怎么用，而且真的很痛。可能是因为外面有开吧。你要不要考？你要不要考虑？平常应该哇，你看，把电脑放在外面。你看二十七啊，我开二十七也可以。要开二十四啊。在哭吗？一个人而已。在干嘛？我在家都开二十四。不是，你为啥开二十七？对不起，我觉得二十六刚刚好啊。没有啊，看看
26是可以穿着衣服，27是可以把衣服脱掉的，28就是脱掉然后再吹电风扇。我跟你说20的时候怎样的？穿了一条内裤。哦。知道什么？嗯。因为想吹冷气，就会看到一个人盖着棉被，然后就吹冷气。靠！我都开着冷气，开着冷气盖棉被。啊，走吧，爽爽的。就是走，赶快去楼下。走呗，走呗。走吧。